会看到这个都脏脏的，知道吗？每个月一次的义诊，陈登维医师都会不辞辛劳来到狮子乡丹路国小，照顾小朋友们的口腔健康。最近更在16个福伦社及银行捐助下，新增一台全新牙医诊疗台，让医疗服务更完善。刚好有牙医师工会跟上海银行他们一个联合捐赠，所以他就拨了一台这新的牙医诊疗台到丹路。所以相对的，以后孩子们在接受这样巡回医疗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设备就会相当的齐全。其实屏东需要的地方还是很多，而且医疗资源不平均，主要是集中在少数几个乡镇。那所以我们工会跟卫生局这边就觉得，其实偏远地区的民众也是有口腔需求，也是他们应该得到健康，得到同样的关注。丹路国小位在台九线公路旁，无论往北或往南，最近的牙医诊所距离30公里以上。每月一次的口腔义诊，补足在地需求。学童的健康从口腔做起。其实小朋友的牙齿治疗没有像大人那么复杂，所以其实如果能够有一个医生长期固定在一个点，能够用心的去照顾学童的口腔，其实他们的未来都会越来越好。人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口腔。台湾族传统惯习中，懂得照顾孩子健康的父母，也都以牙齿照顾为先。期待新的设备，让小朋友在学习路上都有健康相随。原新闻巴朗，屏东狮子，唱不到。